因为你姓赵，你母亲早早过世，随即你被韩雕寺送入京城，然后又把你送进了上阴学宫。学宫素来对学子家世严加排查，唯独对你，却没有人。 问及过你的父亲是谁？王爷觉得我的父亲是谁？皇座上的那位，说起来。 你得叫我叔叔。宗庙里没有我的名字，我不算皇家人。是。若天下太平，你一辈子无法入主京城。可一旦天下大乱，你的机会便来了。